大家好，我是肉明，欢迎回来魔兽世界。那咱们就开打吧。这把打的是法师的 N7 血红。哎，你没有听错，N7 血红。这么少？202敏锐贼打的比哦193哦193，那没问题啊。我还以为这战士装得很低，对，我还以为啦，对，先说只是我以为了。去哦！这米瑞贼的202呢？打得跟坦克一样高，行不行啊你？啊，一只，你认真一只？在开玩笑吗？对，跳怪哦，这样趴过吗？我不知道哎。上马，上马好像没来。
呼！这个单体有哦，对，这个单体得比较有一点看头了，但就只有单体，它的 LE 爆肝烂。回家里面的、哦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贼看起来就是不会玩，没关系啊，算了吧。远一点。
等一下，等我一下。敢打错字啊！靠腰还打错字，哎呀！这个贼回销狂怒啊！而且我连续被我的这个、法能没打出来。已经有人在靠背这只盗贼的速度太低了。是啊，抱歉，抱歉，抱歉。你打这个我会打扁刀的。
那跟专精没有关系啊，那就是纯粹的他不会打而已。我也不太懂敏锐贼啦，对，敏锐贼可能就要问咱们的刺刺老大，只是他的伤害真的太低了，对一个2022的贼来说，对，不管是单体还 LE 他都不及格。
他啦，七成而已。对啊，想那么多干嘛？放心，那么多战士你也没打多强啊，三千八是三小啊，不，两千八是三小了。1997打2800，打得跟我暴徒贼差不多。等下贼，你确定你他妈会开？过去没人能成功逃出血红深渊。你当然也不例外，我还不能。哇，坦克！不跑是不是？我先消失啊！
你们要 A 多久？坦克在偷蛮小，死在
先跑。妈的，就这么一波。打成这个样子。这搞定的话，还有机会加。有 AOE 了，放心。出 bug 了，两个德瑞文。做蝙蝠，哎，做蝙蝠好像也可以齁，
对啊，走这里好像没有怪呢。真的。哇，他是不是抓路边的怪啊？对，他好像抓路边的怪哦。这只有吗？不知道。反正赶紧过去，开大招，直接怼他。这没趴啦，白痴哦！我就想说这没趴。美嘉，咦，这里没怪。没加了，没加了。对，要回去。哦，前面有锁链。对，前面有锁链，打不了家了。刚刚应该是就像盗贼讲的，用那个什么。因为盗贼这边有说做蝙蝠，对，可是因为我是看到他们都全部往回跑了，所以我就跟着往回跑。不过看起来是没了啦，对，毕竟这桩跑步路程实在是太耗时间了。如果做蝙蝠，其实还有机会。暂停过去吧，开抢吧。好，这把就到这，谢谢大家。哎，结果是两个破输出拿装备，哎。